我爱 InterHigh 因为太多原因了，一个就是全国最好的一个学校，第二个是我也可以学习，也可以打乒乓球，因为我天天打乒乓球。对学习，我要不然去一个学校，这特别难。在 InterHigh 我也可以周六周日都可以学，还有可以找新朋友在 InterHigh， 是在网上因为也可以找到。还有一个原因是你去哪个国家都行，也可以学，你只有 WiFi 就什么都可以学，哪个国家都可以学。还有一个是我去打比赛的时候也可以补上课，就是这个课都是录像的，我什么时间都可以看的。然后还有他们有好多课，你想学什么课他们都有，这个学校对我来说特别特别好，还有应该给你说也特别特别好。你要不然不忙，像我周一到周五都有直播的课，像一个正常学校他们都有，因为这就是在网上。然后你要不然特别忙，像我你就可以听这种录像的课，因为我有时间也听直播的课。